起玩游戏。哇，好多小朋友哦，大家一起来跳舞咯。我们一起上学去，什么都爱，什么都玩，什么东西都有趣，悠悠上学去，一起玩游戏，大家一起 go。 我们都充满活力，学习，我们都天天快乐 happy， 我们都爱悠悠上学去。哇，小朋友都比我们还要早来上学。我觉得所有的小朋友你们真是棒棒棒。可是小朋友准时上学都是好宝宝应该表现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怎么没有看到其他的哥哥姐姐们啊？熊屁，他们该不会都迟到了吧？别担心啦，这些哥哥姐姐呢，有的是去上厕所，有的人呢是去花园。结果，我来了。香蕉哥哥，你怎么？等一下，三、二、一。你看，我时间算得刚刚好哎，好厉害哦！那既然我们都到齐了，就可以准备上课。哇，好期待哦！来问问小朋友，你们想上什么课啊？想上什么课？有什么课？画画课吗？还是什么课？画画课。美术课。有没有体育课？有。体育课还有呢？舞蹈课、数学课。哦，小朋友想上的课都好不一样哎，这样怎么办啊？可是他们没有说到，其实我比较想要上的是音乐课啦。不对，应该要上画画课比较有趣。可是我喜欢晒太阳，上体育课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我们把自己最厉害的拿出来，然后让小朋友来选，你们想上什么课？这有什么问题？那就让我先来喽，小朋友仔细看一看哦。准备喽。哆哆咪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我是小小音乐家。叉叉又圈圈 ，and 圈圈又叉叉，叉叉圈圈小小娃娃超级爱涂鸦。点点你的头，棒棒棒，竖起大拇指，棒棒棒，热烈的鼓掌，棒棒棒，大声的喊出，棒棒棒。一二三四五啊，五四三二一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运动我最行。夹夹又尖尖，啊尖尖又夹夹，夹夹尖尖，层层处处永远出不穷。点点你的头，棒棒棒，竖起大拇指，棒棒棒，热烈的鼓掌，棒棒棒，大声的喊出，棒棒棒。随便乱画，哎，一、二，嘿咻，嘿，我最棒！三位哥哥都表现得很棒，小朋友，我们一起说你好棒，你好棒！不过今天云朵姐姐特别想上体育课，哎，小朋友，你们能陪我一起上体育课吗？可以。你们选对了，选我的体育课准没错哦。其实我们也蛮想上的啦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就对啦。现在呢，要请小朋友一起来训练咯，请香蕉哥哥还有西瓜哥哥帮我把它拿过来。OK， 没问题。好，所有小朋友跟着我一起来暖身哦，预备备，嗨！太小声了，嗨！很棒哦，暖身完毕，现在麻烦你们把它拿过来。你有没有在用力啊？有，我有用力啊。你怎么松手啦？好重哦。来，让我来。嘿，
看起来好像很厉害。我拿不起来啊。你很好笑哎。啊，对了，那我们来看看小朋友有没有大力士想要来试试看的。我们这里有一位大力士哦，小朋友，我们一起说是谁呀？陆耀。哦，真的吗？是你啊？好，那我就选你喽，你赶快过来这边，来试试看嘛，可不可以把这么重的杠铃举起来呢？小朋友要跟我一起倒数，一起数，三、二、一，请举。手，哎呦，还可以转，哎，小心一点哦，哎呀，不要打到人。这个很重呢，哎，那可不可以麻烦你啊？哎呀，太重了，你拿好，帮我把这个拿回原来的地方放，可以吗？谢谢哦。哇，今天的小朋友实在是太厉害了，表示我们平常也要多加训练，才能跟他一样有力气。那现在呢，要请现场的小朋友跟我们一起唱歌，比赛看谁最大声，大家一起来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一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运动我最行。加加又减减，啊减减又加加。看谁最大声？加加减减，成足足永远出不进啦！准备了，大声唱。点点你的头，棒棒棒。竖起大拇指，棒棒棒。热烈的鼓掌，棒棒棒。大声的喊出，棒棒棒。再一次。点点你的头，棒棒棒。竖起大拇指，棒棒棒。热烈的鼓掌。小朋友真的都很厉害，好棒哦！对呀，小朋友要常常锻炼自己的身体，才会精神百倍，上课的时候才不会想打瞌睡哦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问问熊碧，熊碧，你觉得小朋友今天表现得棒不棒？哇，好棒棒徽章！悠悠好宝宝，拿到。恭喜小朋友得到好棒棒徽章！耶！哇，太好了，小朋友都完成任务了，现在赶快站起来准备玩游戏喽！太棒了，小朋友，我们现在一起来唱歌跳舞喽！快集合喽！快点快点，一起来踏踏步，走路！哇，大家好厉害，走一走，挥挥手。上学变成快乐大时光，充满欢笑，学学又玩玩。哥哥姐姐，我们都是好同伴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一起来歌唱，点点滴滴，我们一起来分享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上学一起棒。现在我们要变成学校里看得到的东西，一起变成铅笔，铅笔，变成小猫，小猫，上课看到的书本，书本。小花，还有最好玩的跷跷板，跷跷板，一起跳起来，点点滴滴，我们一起来分享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大家一起玩，悠悠上学去，悠悠上学去，下课喽。小朋友赶快动一动脑，这么多美丽的小石头可以变成什么可爱的图案呢？加油加油，答案就快要出来了。没有错，美丽的小石头再加上简单的线条，哇，就变成了可爱的猫头鹰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西瓜哥哥。如果很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可以按这里按个订阅，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了。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的话，还有影片都可以看这里哦。